对说对这个小虎的裆部来脚，这个就不太高明的了吧？啊，又来一脚！哎，这个小虎小心点！啊，又高边。那么这个安德雷啊，他是在葡萄牙 DFN 的一个比赛，职业赛事的，要扣分了啊，因为踢太多次了，这个应该就直接扣掉了。我刚才说啊，他是 DFN 的比赛的主力，那在十月啊，姆林峰也会跑到葡萄牙去，是跟他们来一场中外对抗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漂亮了，把这个小虎铁鹰踢了一圈了。小虎为什么要转了一圈？因为这个力量太大了。转一圈才能把这个对方的踢的一个力道啊给化解掉。相当高明的一个招式。现在可以看出啊，对方真的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哇，这个后脚的扫踢啊，太重了啊！这个我们小虎铁鹰来一个腹肌加后脚扫踢的一个组合。双方你来我往，这个技术含量非常的高，非常的好看。再来一下，小虎竟然都没有用胫骨去顶，也没有去接腿，不知道小虎现在打了一个算盘是什么。好的，近身没有西装，太可惜了。小虎啊，今天这一场是一个硬仗啊。我目前看不出来啊，到底谁输谁赢啊？双方啊都展现了非常优异的一个技巧跟战斗力啊！哎呀，太好看了，第一回合就这么的好看。再准备开始。好，这个蓝方的教练啊就要踢大腿的内侧啊。现在是这个联合国啊，他虽然拳馆是在葡萄牙，但现在啊为他下达这个战术指令的是一个荷兰的教练大麦克啊。好，近身的西奇小虎打得不错，哎呀，挡住对方的高扫。但是这个刚刚蓝方安德雷做一个前脚的一个正蹬有点太开了，动作太大但他的扫踢也真的是非常快，非常的重又硬啊，我的硬是指胫骨硬啊。哎呀，这个打得非常的好，一踢那个小虎都快跌倒了。但是小虎也用重炮还击，哇！好，到了角落进去，好，三高拳，哇，怎么这么的好看了？哇，哎，对，好，要踢内侧，踢内侧，对方的教练在说啊，踢内，哎呀，一个跳踢，哇，跳踢啊，太厉害了，直接终结比赛 ，KO KO。小虎来这一招啊，绝对是今天最佳的一个 KO 镜头。待会儿慢放来看一下。好，这个对方非常的重压掉了啊，真的是我们这位美男子啊，美男子真的是太可惜了，输在这一招。哇，小虎太厉害了。待会儿看一下牙齿不要掉几颗啊。当进去，哇，这个跳膝啊太夸张了，哎，对，太夸张了。当一个空中的一个换脚，其实啊小虎的攻势还没完，一个后手的勾拳还在打，那不放过对方一个组合，你看还在拳啊。这个小虎的攻击力太强了。对，乌克兰的安德烈，哎，看不腻这个慢动作的回放，现场进行检查。这一个飞膝正好是顶到了下巴的位置啊。而且这一膝的力量很大，透过对方的护齿，然后将对方的门牙顶断了。
我们看到李云华的这个左腿的膝盖的位置啊，也是有一个有一个伤口。下面宣布比赛。